谁呢？哇，接下来的来宾来了来了，礼车上面缓缓走下来的来宾就是，请揭晓，是我们最强的入围者吴呱呱哥、吴一沛、赖慧茹，最强综艺秀制作团队一起来到星光红毯了。这个节目集结了各式身怀绝技的达人们，展现五花八门的顶尖演出。哎，默默的后面也有许多我们最强综艺秀的固定班底们都出现在现场。我们的来宾们，大家一起给他们掌声加尖叫！最强综艺秀的主持天王胡瓜瓜哥、吴一沛还有赖慧茹，还有我们的来宾们。先问一下瓜哥哦，在看过这么多台湾的奇人异事啊、惊人的这些各种不同表演之后，还有什么样的表演会让你惊讶的吗？哎，所有表演都很惊讶。台湾其实这个达人是非常强的，只是因为这个做节目啊，因为要慢慢呈现，所以很辛苦。每一个呢，在节目里面贡献的，我们有特技歌唱啊，还有这个国标舞啊、特技舞啊、钢管舞啊，只要你想得到的。还有这个什么飞刀秀啊，这个都在空中飞来飞去。是我其实听不太清楚，因为有两颗 disco ball， 就是八玉一颗，还有一配一颗，这两个好好闪亮。第一个向后，一个向前呢，后一个是前面。我是纯粹看脸了，没办法。对，阿瓜哥是卖脸的，慧茹卖前面，我卖后面。好的，好的，前包后，包前包后，前后夹攻，对不对？对。两位新婚的最美人妻啊，要不要来各自分享一下你们一起入围的心情？从一沛先开始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而且在今年入围的时候，我跟瓜哥说，瓜哥，我觉得我们这组气势超旺，因为我新婚，慧茹也新婚，通常传播型 C G L 都是最旺的。那你想想不想谁惊？哎，你这边谁？难道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说了说了，啊，秀慧姐啦，秀慧姐啦，秀慧姐，哇，老棒生猪呢啊！好，我们也不要耽误后面时间，因为后面还有宪哥的。来，慧茹呢？慧茹也说一下。宪哥好，宪哥好。哇，一家亲一家亲，哎，这次入围呢非常开心，而且我觉得非常感谢金钟奖的肯定，然后让我们最强综艺秀的团队又一起合体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兴奋。好的，那也预祝你们今天能够夺下金钟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祝福成为最强得奖者。